着海一片满怀倦，无泪也无言，望着天一边，只感到情怀乱，我的心有似小木船，远景不见，但仍向着前。谁在命里主宰我每天挣扎？人海里面 ，Hello， 呢度云资料 channel 欢迎你。啊，呢、这个讲座系谈弹唱，咁啊啱啱听到嗰首歌咧，啊大家都啊应该耳熟能详啦。是《似水流年》，咁我今日咧準備咧就講一講呢首歌曲嘅彈唱方面嘅技巧，同埋呢首歌曲嘅分析。啊，我唔記得介紹自己添，我叫 David。咁咧呢首《似水流年》咧就係1984年嘅作品嚟噶啦，係由梅艷芳主唱嘅。咁近期咧就再由吳若希翻唱，咁啊成为咗一套电视剧集嘅插曲，咁亦都颇为流行。咁咧就旋律优美嘅歌曲咧，就其实好多。但点解呢首《似水流年》旋律优美之外咧，仲咁特别嘅咧？可以讲话一听完之后咧，就对佢有好深刻嘅印象。原来呢他那个歌曲的和弦那个和音的结构部分是很特别的，它是好像流水这样一级一级地落的，一级一级地跌下去的。我现在举例只是弹个 bass， 那首歌是这样的，跟住又循環，係嘛？咁咧，哇！一級一級咁落嘅喎，真係。喂，唔好玩啦！但係佢真係咁樣。咁喺喜多郎嘅筆下咧，就用咁嘅一路咁跌落去，一路咁跌落去嘅音咧，就成就咗一首咁靓嘅歌曲啊！咁以下落嚟咧，再同大家示范下佢嘅和弦部分点样一级一级咁跌落去。咁呢首歌咧，就每一个循环咧就八个八，咁就八个 chord， 就系呢八个 chord 啦。咁喺呢度咧，我就用咗 cable five， 咁咧就 G key 行先。咁佢可能原唱嗰个 key 咧，就可能唔系呢个 key 啦，可能系低好多啦，因为个女声，咁我系男声，就要走翻我自己把声，咁啊用 cable five 夹高少少，走翻。咁如果用 chord 嚟到和弦嘅分析咧？它一样是一级加一级跌下去的，第一个 chord 是 G， 第二个 chord 呢跌下去了，跌下一个 F sharp 到 T， 这个 T， T 呢望着海是这个音，不是不可以用这个 F sharp 来到F sharp 是不合音的，即根本就不是在那个 chord 的 family 里面，
咁呢个望着海，咁啊海呢个音咧系用 D chord， 但系点解话佢再系一级咁跌落去呢？佢用咗一个 F sharp 嘅 base， 即系话 D chord 用一个 F sharp 嘅 base， 咁啊 chord 嘅揿法就系一个 D chord 咁嘅揿法先啦。咁然后将你个食指就移过去揿住呢个 F sharp 嘅 base。即是说第一条 base 的第二格，其他这两手指不变，这两手指不变。 G chord， 跟住 好，再来过 G 第一个 chord， 第二个 chordD 了喔， D 呢就用一个 F sharp 行 bass， 跟住再跌落去了喔，再跌落去 F sharp， 再跌落去就是 E 了，咁 E 呢就用 E minor， 咁 E minor 再跌一级就是一个 D chord。D chord 再跌一级 C chord 再跌一级就是 B， 你的 B 呢就不是弹 B minor， 也不是弹一个 B chord， 而是用了 E minor 里面的 B做 base， E minor 里面的 E notes， E notes 这个不是 E 啊，这个 B 啊，这个 B notes， B notes 做 base， 即是说 C， 咁啊，跟住咧再跌一级咯 ，B 再跌一级系 A 咯，咁用 A minor。咁最嬲尾呢个 chord 咧，再跌一级，唔系喎，系 A minor 咧，就准备翻翻去头嗰个位置，就系、是、G 啊。咁 A minor 点样连结翻去个 G 咧？就用一个 D chord， 因为 D chord 咧系有一个 leading 嘅感觉咧，系带领翻去个 G chord 嘅。咁 G chord 就是一个起点 ，G chord 有个起点啊。咁所以咧，嬲尾最嬲尾呢个 chord， last 呢个 chord 咧，就用一个 D chord 嚟引导翻去一个起点，即系好似大家出街或者去旅行咁样，翻屋企咁就好圆满啦，系嘛？咁啊，好圆满嘅感觉。咁啊，再翻翻去头一个 chord， 咁呢八个巴咧就一个循环，八个巴又一个循环。咁呢首歌咧就系呢八个巴不停不停咁循环又循环，咁就成就咗一首咁优美旋律嘅歌曲，系嘛 ？OK， 嗱，再示范一次。望着海一片，满怀倦，无泪也无言。望着天一片，只感到情怀乱，我的心。
呢首歌真係好唱，唱到都唔想停。OK， 咁咧就再重温翻一啲重點咧，就係、是、G chord 去第二個 chord 咧，就係一個 D chord 嚟嘅。咁啊，撳法咧，大概 D chord 要用 F sharp 做 base，F sharp 做 base， 咁你將個食指移去呢度第二格啊。咁即是話 base 咧，就一路咁跌落去嘅，個 base 嘅行法一路咁跌落去嘅，一級一級咁跌。但係個 chord 咧，咁啊順應翻個旋律咧，咁啊和住個旋律，所以 chord 有 chord 行 ，base 有 base 嘅 line，base line 所謂一路咁樣行。咁咧就去到一二三四五第五個 chord C B 咧 ，B 啊淨係彈個。B 呢個 base 啊，其他咧就空弦嚟嘅。咁啊，跟住 A minor、D， 咁個勾指方面咧，其實可以很隨意的，很隨意地勾就可以了，就沒有什麼特定的一個 pattern 去管住它。那你到唱的時候呢，其實可以不用整個 chord 的聲音，那些每一條線都彈完，你可以彈唱的時候呢只是彈個 bass 先啦。示範嚟嘅啫，咁希望咧呢個示範咧可以幫到大家咧，咁可以啊好明瞭呢首歌個結構，咁啊你幾乎可以知道第一個 chord， 你已經可以 proof 到其他嘅 chord 係喺邊度，你用 C chord 就行先，一樣可以用呢個方法 proof 曬其他嗰啲 chord 出嚟，咁希望可以幫到大家啦，咁。就唔使淨係聽人唱啦，可以自己彈埋唱埋啦。咁希望彈吉他嘅朋友多啲出嚟唱下歌啦，唱翻啲經典嘅靚歌啦。講住咁多先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流连不可以流转。